红砖砌筑为建筑的传统方法，它的构成方式是借优良的砌砖技能配合水泥砂浆的粘着叠砌而成，富有卓越的建筑特征与砖材影响力，产生了伟大模造的变化，浓厚组织，色彩美观，搭配多元化样式的灰缝处理，更使砖质感觉朴实，造就了可现的不灭艺术表现。砌砖啊，这个行业虽然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技术啊，但是啊，在以前的三合院里面啊，它的运用非常的广泛。小时候在外婆家，外婆家是三合院，然后就是砖块砌的。那时候其实就看哦，这就是砖墙，那也没什么特别。那它虽然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行业，为什么最近这几十年来能够激起这些新兴的学子投入这个领域？最主要是我们政府大力的推展这个技职教育的提升。砖块里头藏着他们的热情，他们又是如何利用砖块砌出他们人生道路？我爸爸妈妈是从事那个泥水工，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学砌砖，那国小五年级的时候真正就有那个师傅级的那个技术，我从一个泥水工忽然之间窜升能够进大学，我师大毕业完之后又能够当一个那个裁判长，对一般人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很幸运的过程中，汤家豪遇到优秀的前辈，前辈延续当年对砌砖的热情，转移老师的身份，一路提拔他。高一的时候我们就有泥工课，然后就是在教砌砖这样。上课之中，如果学生表现比较优良的，我先从优良的选出来之后，再开始加重加深这种技术来加以训练。红砖为何广受民众喜爱？是因为其隔热效果与耐磨性。现今红砖大多应用于房屋的装饰上，或是作为隔音墙，借此呈现其古老淳朴。它的古色古香并非它建材所能匹敌的，红砖是可以富有生命活力的。随着技术人员不同砌筑技巧的差异，可以以不同形式展现其独特风格。其实砖块是一个非常朴实而且很 nice 的一个材料，它是腰烧的东西，绝对是每一块的那个通通不一样，它不会像很感觉很人工化，砖可以把它艺术化，把它美术化。其实一般如果没有接触这个领域的话的师傅，对这个砌砖来讲，它还是停留在以前的巫工。我们除了在技术领域之外，我们会就是尽量叫他去学一些艺术和美术的东西，最基础的基本的砌砖的八个步骤来开始学，从基本的甩浆、剥浆、刮浆、砌头，到后来的叠砌的方式，这样子把它完成。我们学的这是清水砖墙，就是会勾缝插砖的，不会像一般家里的隔嵌墙这样子用砖块砌起来，然后就粉刷油漆就看不到了，把墙盖起来，然后不会倒就好了。但是我们做的东西是要漂亮，要让人家看到原来砖块也可以做成这样子的墙，可以做成这样的作品。那呈现出来的作品也是跟外面业界不太一样的。清水砖就是很裸露的落在外面让大家来观看来欣赏的，那呈现出来的另外一个风貌就是图腾的表现跟艺术的表现。邱老师就会帮我记录时间，他会记录到很细，我每个动作每一小段都会记录时间，那帮我分析说我到底慢在哪里。我们组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团队，各个老师负责各个职掌，然后把他这个缺点，把他这个弱点把它提升起来，那也到后来到国际赛比赛的时候获得还很好的成绩。我觉得
我在就是在做事情的效率啊、方法、耐心什么的都有提升。一副书生模样的汤家豪，拿起砖块、慢刀等，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对我第一印象也是斯斯文文的，很瘦小，这样跟欧洲国家的选手都比较高大。体育老师帮我训练体能，但那一段训练体能训练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对我帮助很大，动作上啊，拿砖块啊，就是会变相对比较轻松，因为力气变大了，拿砖块就觉得比较轻。家人基本上都是支持的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蛮支持我的。这个在未来在台湾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契机，就是在文创产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应用这个来做社区的美化，提升社区的人文素养。像我们在学校就会砌很多装置艺术，是应该要传承下，也应该要提升起来的。它到业界，在不管是它未来是从事建筑师还是建筑工作室方面，那它把这个在这个砌砖的东西运用在适当的场合来发挥，把我们建筑技术啊再提升更优质化，因为砖块已经能够在世界上，崭露头角，那至少我们在国内的话，也让把它发扬光大，让产业跟学校的这个领域啊能够相结合。在学校方面，未来升学路会比一般领域来得宽广，像是建筑领域、土木工程领域，甚至营建领域，都会应用到砌砖的知识。即便到了业界，也有许多的机会能够发挥其所长。除了实际操作以外，回到现场去，你就真的学习了技术，你也真的去做技术工，你也真的去做泥水工之外呢，你可以进到事务所，你可以进到室内设计公司，这是基本的出路。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转型，他可能转到例如像是公共艺术创作者。当我们有这个技术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未来你生存的一个能力，这其实对人生有很大的帮助。走一些其他的路，接触一些不同的事情，会有所不一样的。能够借这个砌砖的这个技能，能够求得他们将来的谋生之路。像我们有很多就考上建筑师的，他可以去服务建设公司，他可以去服务建厂，他可以去服务营造厂，他也可以去服务房地产，他甚至可以服务大型的，例如像科技园区里面的厂房。在未来的10年20年，高技术的需求是必要的。我用平凡的砖头站上世界的舞台，让全世界听见我的名字。